嚟澳门一定要高消费噶，平又平玩，贵又贵玩，就等我介绍一个又划算又有趣嘅好去处俾大家啦。Let's go！ 由十六浦出发，喺门口巴士站度坐六号A巴士，喺电力公司站度落车，行两步去到马交石炮台马路就到噶啦。澳门通讯博物馆绝对一个老少咸宜嘅好去处嚟噶，唔好一听到博物馆即刻觉得闷蛋先得噶，真系有惊喜嘅咧！嚟睇下先啦，嚟啦！ 家阵科技发达，方便到大家都遗忘咗以前啲人系点样通讯了。其实真系有好多方法，系咪有啲熟口熟面呢？可以俾你想当年啦，有啲见都未见过，绝对可以长知识啊！俾个小 tips 大家，凭住入场卡可以玩到好多嘢噶，等我一阵间示范下啦。参观者可以选择唔同嘅图案组合设计邮票，仲可以用入场卡启动打印机印张邮票出嚟留为纪念。 然后可以放入齿空机度打窿窿，原来咧为咗防伪，有啲嘅澳门邮票喺传统嘅圆形齿空上边混入咗椭圆形或者星形嘅齿空噶。我习惯咗咧去唔同地方都会寄张明信片俾我妈咪噶，写几句简单嘅说话已经好窝心啦。不过咧，次数系买嘅，今次我就决定要整一张独一无二嘅寄俾妈咪。又系出动入场卡嘅时候啦。 印咗出嚟，记得去博物馆商店度买埋邮票，先至好掉入邮筒啦。15日之内仲可以喺通讯博物馆嘅网站度输入明信片右上角嘅编号，下载翻或者电邮你嘅专属明信片。讲开邮票，呢度真系有好多世界各地嘅邮票俾你欣赏，除咗睇实物之外，仲可以放大睇，同埋立体睇，系咪有趣好多呢？ Attention please， 我哋即将由马尼拉飞抵澳门，各位邮件们坐稳啊！呢个系西方尔斯基 S42型简化驾驶机舱，等大家操控住有澳门景象嘅模拟飞行器，真系一个特别嘅空游体验啊！3、2、1 Q，冚家机健控技术咧已经相当之普及噶啦，唔系电视电影嘅专利啊！而家有块绿色布就可以自己转背景。 转背景喺电视荧光幕度见到我啦，又可以用张入场卡嚟印个金相影嘅自己出嚟啦。其实呢度咧真系仲有好多嘢睇同埋好多嘢玩嘅，我就介绍唔晒啦，不如留翻俾你哋嚟自己发掘啦。又有得玩又有嘢学，真系大满足啊！全程热爆赛车热，澳门十六铺特别带你独家十六铺极速体验，上嚟10分钟免费试玩指定赛道，体验澳门唯一专业极速模拟赛车。 亲身感受赛车场上嘅刺激快感，澳门十六铺同时呈现多款美食，玩乐优惠，等你一边玩乐一边感受大赛车嘅炽热气氛。嚟十六铺随时有惊喜，下一位幸运儿可能就系你。而家咧，我身处喺十六铺嘅 lobby 大堂嗰度啊，见到一位好抢眼嘅小姐，不如我问呢条简单问题，送翻份礼物俾佢啦。 Hello， 你好，咁我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啊，今集我哋咧介绍呢个嘅 博物馆啊，咁如果由十六铺搭呢个巴士去，系几多号可以去到嘅呢？6A。啊，冇错啦，送翻份礼物俾你，嚟十六铺玩得开心啲啦 ，Thank you。想收到十六铺最新资讯，仲可以透过唔同嘅途径，快啲 at 我哋啦！